放了。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，冲进白龙会，张琪。没有活路了，停工，停电，停粮。进入上海，是我们革命遇到的一道新的难关。政权大楼里的投机商串通社会上一些人，拒绝接受人民币，而是用银元来交易。这是银元，只不过形势比我们预估的还要糟糕。咱们联起手来，三日之内把人民币挤出上海。我们要把这场银元之战当作我们管理大城市的第一仗。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，全面取缔银元贩毒。上海一战只能胜不能败。上海现在没粮粮荒，20万匹棉纱全部销售一空。反正我们的货呢是不抛不卖，这粮食我要补偿了捐给政府。上海的物价一定要稳住，乘胜追击，打压粮价，回收货币，紧缩银根，绝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。粮棉之战，这一仗必须赢。三个月内毁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。敌特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上海的破坏。从即日起实施大规模的轰炸。不是被活活饿死，就是被炸弹生生炸死。台风要来了，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。把这个加把劲，这是上海的救命粮。现在我们只有付诸于行动才可以解决问题吧。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。发电，我们福星面粉厂就要正式复工了。全上海540多万市民，我们要团结一心，同舟共济，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上海从来就是一个英雄之城，我们怀念牺牲在黎明来到之前的英雄。正是因为他，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力量。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